老婆，扯个半拉鱼。哇，又做这么一锅啊！只要你喜欢吃，我天天我都做给你吃。老板，老板，先别吃了，赶紧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姐，你要200块钱的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你能吃得完？200块钱不就那么几包海鲜吗？拒绝浪费，从你我做起，在咱们家，一张都赢不了，就能买到满满大箱的。老婆，先别吃了。嗯。给大姐好介绍一下。好呀，大姐太香了啊！给您介绍介绍啊。哎，对了，大姐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咱家扇贝肉，三包大个蛋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里边400克，两包的深海章鱼须，再来上2袋的花甲肉，还有2包城王肉。今天啊，你给小妹点个小红心，小妹再给您送上2只黄金大澳鲍，满满一大箱子。只需要99，还包邮呢！哎呀妈呀，这也太多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下方小黄车。